金泰熙左上周三顺利产下爱女 Rain， 兴奋在 IG 上报喜资料照。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35岁南韩人气男星 Rain 预定下个月6日来台拍摄综艺节目《团结才能火》台湾篇，这也是上周三升格为人父的 Rain 在女儿出事后头一次离开南韩。中央社引述南韩亚洲经济报道，这次 Rain 前往台湾拍摄综艺节目，将以团体旅行模式介绍台湾景点。节目是 JTBC 电视台招牌综艺《团结才能火》，由谐星景永万和郑亨敦、电视台主播金盛柱、足球明星安贞桓担任主持人，每周邀约演艺界明星为宾客，一同展开海外游。日前南韩女团 TWICE 才担任该节目宾客，前往越南旅行， Rain 此行来台录影，目前正与赞助商洽谈3天2夜的台湾行程。